等一下，你行李还没开吧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那间真的不错。凤小月一句话都还没说，林心如、杨景华就脱了鞋子走进露营车内。原来两位华灯初上的妈妈桑想跟凤小月交换房间，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。我们是真诚心拜托，感受到。我想说床这么大，真棒，制作团队赞了。鞋子一脱，突然听到外面的声音。这样子攻过来，发现我被摆了一道。唯一的男性还没享受到好康，就被娘子军围剿。凤小月一时心软，实在拿他们没办法。可是我又觉得，唯一一个男的赢了他们，也不对劲。各位，当然是可以啊。光小姐们如愿的和凤小月交换了露营房间，年长凤小月十岁的杨景华还称呼她一声哥，让凤小月听了差点没腿软。姐，我起不来，我们要加油，救命，救命，我扶不了你，拜托，你真的起不来吗？可以。其实这是凤小月第一次参与实境节目，开拍前还很紧张，不过看到是和熟悉的朋友们一起，反倒越来越自在，最后却成为苦力担当，也借由这个机会体验户外露营，留下深刻印象。 TVBS 新闻刘立成、杨慈英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